之前有一台机车伫咧经过北港路的时阵，唔知影虾米原因弄伫路边的轮椅，机车倒伫咧涂骹了，佮被后边的小货车追撞。机车顶头的两名民众，有一名被小货车弄伫了后是倒伫咧车底，另外一名则是当场失去意识。而原本坐伫咧轮椅顶头的伤者，则是真侪所在拢受伤，三个人经过简单的处理了后，分别送到病院来做进一步的治疗。而伤势的车祸原因现在正由警方调查当中。该市长分队救援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三名伤者在等待救援。伤在机车面顶的民众，其中一名是当场失去意识，无生命征象。救援人员评估无法使用 CPR 以及 AED 之后，随即替进行处置后送往病院。而另外一名机车民众被带伫小货车下骹，机体坐处骨头断去，对疼有反应。救援人员随即替固定之后，将伊脱困，搬上担架，紧急送医。李轮椅行人是坐伫轮椅边啊，好个在意识清楚，并在救人员处置之后送往病院。那现场有三名的伤者，第一名伤者倒卧在小货车旁，经救护人员评估之后，已呈现欧卡、无呼吸、无脉搏的情形。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、AED 监测，不建议电击，给予颈圈、常备板做固定，将欧卡患者送往嘉义基督教医院做一个治疗。第二名伤者被小货车压在车底下，那抢救人员先将小货车先做稳固之后，再使用一个充气式的顶取带将小货车做抬升之后，顺利将受困在小货车的伤者救出。那该名伤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擦挫伤的情形，救护人员给予骨折固定，清洗伤口，包扎止血，送往台中农民总医院嘉义分院做治疗。根据了解，当时一台厢载机车在经过北港路时，甲路边当咧行行轮椅行人发生侧撞，造成机车当场失飞。而当时后方小货车发现车祸之后，伤撇未付，直接追撞。而厢载机车顶头的民众，其中一个人是直接被跌入小货车车底，而另外一名民众是无生命征象。而车原因目前由警方调查当中。新闻台民间七彩凤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